24岁结婚，爸爸唔肯，妈妈唔敢注意，我去求签嘛，求得好就好嘛，我就是去求签，求着讲辛苦熬干，真满足啊啦，无遗憾啊啦。啊，我感恩是做，我足坚定的心就是安尼。迄阵做迄个医疗志工的时，我嘛感恩拢厝内看啊足好势，我才出去。啊，伫遐闲的时间，我就会打电话跩囡仔互甲跩囡仔互动，煮安怎啊，有食无啊安怎，我逐工都关心。伊个即种场面遮大吼，我嘛是爱较坚强的，我嘛袂当讲怎遐济啊，做就对了，这是服务性的啊，咱拢是出发着很高兴的心情来欢喜来服务员的啦。感觉一定爱家己骨肉亲情叫做兄弟，其实当当我辛苦白疼的时候，嘛是我因来照顾我的，伊是拢是伫外口。当你身体有病痛，亲爱的兄弟姐妹，他们就会照顾你了。